来讲度假三天，停在七万二人包看海，四千朋友乌灯参观。像正人刚端拍了，但先讲度假来怎样？阿花无团，好生去访团。乌灯买在有七八里灯，周围拢是那土外水厂，人爱叫做海国长声，这声坚固，发出次都是个拍卖海岛外情况。比如成了周围文明的城堡，所以周边填海各地，包括海洋、极洋来百姓，为了躲避台军来掠夺，好在拢走来乌顶个边。可惜天皇当官啊，又要操劳过度，但是陈成功认为那机会来了，伊派吴天大兵来攻占。迄个时候已经是攻袂得了，毛军队累了过海月。经过蔡英豪老师个陈成功个填海，自当描述。陈公屯兵从外沙到新津河，北东还有个国姓部，解放后还有个国姓写从多，出土了合作仓库来偷跑。不过到日个时候出现了个拗件，名叫路透镜。乌丁在人，伊为了趁敌人占尽，走去陈成功献财。伊那乌丁在是个蛇在，拍蛇就拍失寸。北平门甲北平门上顶端，龙江个寨门是蛇寨，也是上薄弱个顶。但是伊就采纳直当攻打东门，凌晨大兵扎扎药对个寨门个炸开。但攻击在之后，红人就说不分老幼。在那个白色甲两对眼那边样，比如爱家爱好，无爱留一个外口。隔日，大军又要封锁消息，拍开乌顶寨六个大门，伊就唔知车外，我连对着来，自家在来就是。这三样连续刷了三日，公婆节日是一六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，乌顶厂外都停在各地的族谱，一定要留落痕迹。例如光山罗氏族谱，迄个就记录着乡民罗景之无病，甲一场灾难，擦干就过来经历。参完过后，天海地区组织领命正官是帝王回声，甲执政来天海仪式，从正月到四月，整整用了过个月，才检出死海回回的。回回后个骨灰，总共有三百多担，相当于行车载个四万多公担。骨灰埋到屋顶这个冷晒铺，也就是行车仔当归锁顶子卡头片末。每年个农历七月十三时候，当归锁顶拢有祭祀个活动，悼念屋顶八只长寿个神仙。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成为屋顶传统个纪念日，破斋期。以前到这日，屋顶人也会准备祭品，祭拜当年往事个鬼魂。乌丁人自金花破定有国姓，无乌丁这个姓名，不准第三人入族。